这个球被林志杰抄到，面对张博维的后面追防，两分轻松拿，野兽得分，拿到球直接来单打张博维。哇哇，这个第一节的篮，志杰配到外线的出手，哇，好球 ，for three， 哇，高哎，他常常在比赛半场阵地战的时候会找到一些空档，他今天已经有三次这种跟进的一个空档。中龙这边对方有点放他。剩下一秒钟了，林志杰外围的出手没投进，时间到。所以半场打完，两个打篮球是。那 Aaron Harrison 呢，感觉比较有融入在团队当中。林志杰三分外线有，俊彦也已经离队，对。所以陈佑伟是处在一个没有固定替补球员的状态。再给野兽再投出外线，哇哦！哦，现场其实有蛮多野兽的球迷啊。有点小小的情绪，对，这球两个的一个志杰的三分线的一个投篮了，一个是带步跳投，哇，另外一个是跑出来的一个空档，其实这个投篮的自信还是非常高啊，对，是六队最多。那钢铁人的替补呢是25.8分，排名第五，就是比较后段的。对，志杰由张博伟，他过去老队友在防守，哨音响了。能力哦，说到 Aaron Harrison 呢，在去年球季他也在斯洛维尼亚被江城预判到了，又来了，野兽再给辛特利，T. Jones 让双方回到个位数的差距，这个球在空中拨了两下，这边马上把大洋将也换上来 ，Chris Johnson， 林志杰切入了第一步就有犯规，可以打出自己的特色，可以让志杰跟文成去保留体力的，哇，这个连连球都拿不稳的，对，我刚觉得，哦，曾祥军也像执行长一样球鞋了，对，满抓不到，连续两波勇士的进攻都有进攻篮板。三分线外一大步的距离，也是为勇士送上祝福。防守的是江森，并不容易。野兽假动作再塞给蔡文成。哇，那个男人又准备要回来了。我真的没话讲，这个球已经守到底了。哇，又是失误了。只要持球过多 ，T. Jones。最后的结果都不会太好，周桂宇小球送给了林志杰，差距来到了11分。